再讲一次就好了。8:47，我的有在录了吗？有啊，我的红灯在闪吗？就是在闪啊。好，很好。啊，新手套果然舒服啊。对啊。旧手套好像也起毛球之类的，我有感觉一下的差异。这里为什么有卡到的？卡到什么？边边安全帽的边边，你感觉安全帽边边翻起来一样。啊，是啊。嗯。好啦，那就扣好了安全帽。有啊，有扣啊，只是松松的嘛。好了，好天气，上去上去。等一下要走一小段路。对，现在滑下去再。去隔壁的那一个。直接不滑这边了。好像明天整天都这边啊。对呀、啊，是啊。你这样这个的券是多少钱？4600。啊，那不是跟那个一样钱？你那不是23000吗？谁？一日票。你说烧鹅的、喔？3000还是3000几？很便宜啦，光华烧鹅山其实蛮划算的，而且风景也都有。ありがとう。我们好。9点才开诶、欸，人跟人高的小个先生，这边好像9点才开诶、欸，这个啊，这里啊，现在不开还不能开啊，已经可以进来了，他刚刚才开门的，要对于人马呀，进去吧。我想上厕所。那怎样去大门上？
我先上去了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。是几点啊？这样走一走，结果刚虽然刚耗很多时间，但是也刚好缆车开门。我看看，8:53，哈哈。小小嗲嗲嗲的，不像是新的东西。小宾利啊，还可以的状态，温度够低啊，至少不是雨吧。哎、欸，雪兔跑了 ，Usagi。
先去尿尿。我想尿，我想尿。你也想吗？你刚刚有看到兔子吗？没有。哦，你坐离我太远，我叫后面就跟着看，就咚咚咚穿过去。嗯。它脚大吗？我只看着兔子，我来不及看脚印。那你明天弄给我看。对啊。回去弄给我看。滑下去啊，然后餐厅稍微往上靠一点点而已，那你就留点速度靠上去，那门口旁边放好那个。对，好。那就自由滑，自由滑，然后去尿尿。你也想吗？对啊。我应该是喝你的咖啡的关系。你才喝了一口吧？两口，因为后来觉得风味蛋糕太苦。舒服的滑，粉粉的，压过的粉雪是最好练习的了。什么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而且没有人滑过。而且因为这九点才开，我们8:50就上来了，然后他在我前面就把栅栏移开，然后就开始。看到餐厅没有？我们进去尿尿吧。对啊，厕所是下面还是上面啊？反正我们滑高一点没有坏处，因为接下来又要去坐那个过桥缆车，所以那速度用去拉高总是好的。好啊，是轻松滑，我跟你后面。很轻松啦，这里就。等一下要往上一点点，没关系啦。一模一样吗？好硬哦，这里，算了。好，尿尿尿尿。我想尿啊，我应该要尿2泡才行的。
所以我才平放啊。幸好我刚刚有开。什么东西？来关啊，不是要上厕所。幸好我刚刚有开。开始录了。有点是吗？搞不好三八的也是一大堆的学生，也不一定啊。好，我拍好了。我猜 OK 吧。而且这是中学生欸，会不会全校都来了？对啊对啊，我们要坐到上面啊。欸，他们对啊，教练还帮他们做好那个衣服，不知道有没有他们的票价怎么算，团体票。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在上面。啊，是哦，要自己写，是自己写的吗？对啊，这东西不会重复用。好了，横着走，横着走。过不去了。来，大哥。绝对不让，绝对不让。你呀，我啊。一个人带一班，一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，全校的人都来了，颜色不大一样，他们要两人两人一起上吗？看看他们怎么配啊，三个三个吧，他们三个三个，四个，像他们这样叫自贺的生意还不错吗？应该吧，其实每个学场应该都会有学生去吧。是 hotel 还是？整个 hotel 啊，包一个礼拜，整栋哦。我们进去他就先代切。嗯。这样有什么好笑的？是啊。加速吗？耶！等一下要走一走。小屋啊，那一段又要走一走，往上走是不是。你忘了哦，街市小屋那一段要走一走，一下就要推一推。拖鞋走还是？对啊，要走一走。这个不是雪，这个是小冰。
你看它有没有切封闭，有封闭的话呢，就是反正一下车就知道答案。橙色哎。什么？有几个？两个鸟居。里面可能有一个鸟居，这个就是给鸟站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是参拜道的入口。你看神社在里面，给鸟站。神社在里面，表示是参道的入口。嗯。哦，还好我只穿两件，我已经很热了。你可以帮我把腋下打开吗？真的要吗？我帮你开一半。太好，开一半了，我是真的热。我觉得我们上到山顶，可能又碰到一次蓝天什么的。我只帮你开一半，没有风吹的时候就会小冷的。你没看我刚刚在戴帽子吗？啊，你会冷啊？不是会冷，我知道风吹大的话。你没穿那一件。不不不，只有脸。我就把帽子戴起来，我现在就热，我头发后面就热。对啊，我现在帽子戴起来，我现在头也热的。太热了。我就是擦脖子到脸这一段，那一件的话就有点尴尬。穿的话是全身，嗯，但是我只是，是啊，他戴比较高哎。你说什么？他不会带他们从正面下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但是可能每个程度不一样啊。很分班，我觉得需要，我觉得学生一定的啊，一定的。很好很好，快乐就是凉凉，不是冷。嗯，这个帽子。啊，轻轻松松去八堵啊。今天树有淡淡的灰了啦，有啦，没有像昨天这么干净。有啊，淡淡灰白。就积一 点。有啦，上面都灰啦。是啊是啊，又是第三种景色，不是雪，只是蒙蒙的。看一下镜头前面，都空的，就是现在下的好像也不是雪啊，是雪跟小冰，嗯，现在变成像比较像雪，有结晶。刚刚在做那个一只赖，一只赖三只神的时候比较接近圆形，比较像冰块。但是这证明什么？就是这个空气的温度够低了，不会是雨了啦。对啊，我好怕下雨，不舒服。已经接下来都不会了，接下来都是冷空气，那一头暖空气已经都走了，已经跑去东京下雨。然后我们回东京可以下雨，然后好像下小雨，回家的下午那天会下，有点麻烦。我们不是中午就移动了吗？啊，中午就移动了吗？我忘记三点的车吗？我忘记我们预约 NES 是什么时候？哎，我们有记下来时间吗？我忘了。对。那是这样啊，就再看不就好了。我是说票上会写吗？废话，哦，那就好。班次座位了。好啊，那很好，那很好。只是因为要扣东京站去那个，然后我东京站可能要下去。那就是提早一小时进东京站。啊，那也不用啦。你进了东京站之后，还要坐车到 NES 站。什么 NES 啊？我们要坐到那个，我要坐三手线到日暮里。对啊，那就是到 NES 站。你要记得帮我跟那个中岛健人拍照，上次太快镜头。我已经完全忘记了。中岛健人在那个南海电影。是那个公主的广告吗？不是，他是车长吧？他在冒。没有，那整个广告是说，把你像公主一般的对待，他把你公主化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哦，好气哦，好气死哦。嗯。啊，很气。是啊，是啊。这就还没有结很多，所以好气势也很漂亮。嗯，用公婆多拍一点。我有兔子，我有兔子。没有水吧？没有啊。我现在眼镜上有一点水，一滴而已，一滴正中间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我豆鸡眼耶。有啊，其他很小滴。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啊。对啊，我也看到一滴眼豆鸡眼。国中生，中二
二中是高中还是国中？不知道。我觉得这种身高像国中生。Open。Open。我也是啊。对啊，可以可以。Open。太惨了。下去，然后有一个加速段，加速段就管冲去缆车了，直走就会看到缆车。减速的话，千万注意哦。太阳，太阳，太阳出来了。啊？往右拐，开始往下以后，我走前面吧。太阳出来了。云啊，云。其实现在云好像走开，我们只是被雾盖住。你看这走那么快。反正预报是说接下来就出太阳。直直冲吧，这里很平。看到这一撮树中间有两个人影吗？那个方向就是缆车站。
那你有看到人吗？人影，树丛中间哦。没有。那你走到我这个位置看，有没有两个人在走路？他们就是走去缆车站，在走，一直冲，这里就一直冲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他们就是有刹车的下场，就变成要走那一段。好，我先啦。好，不要减速哦。好，压低，然后再来看我呼吸。不会啦。因为雪太粉，上面这样写啊，负七好吧？你还在这？你坐上缆车被风吹就会凉下。说后面的有穿背心吗？好像红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要直接一路逛过去了。然后一路上应该很轻松。你要拿背包吗？啊。财务要不要先点？也可以啊，因为就只有一趟啊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或者说一模一样的缆车坐回来，这是去的路，而且。
且我的期待是我们今天到底了以后坐的是西馆山的缆车，不是东莞山的缆车。还有东莞山缆车我还没有确定它有没有开，拱多拉那一个，但是那拱多拉就是要爬很远的那个接拱多拉的地方，有点累。太阳。现在还算是 OK 的吧，可能你一拿下来就不行。有一点，就是要看。这样一吹有没有觉得哪里冷？没有。那就好。很舒服。嗯。我太热了，还好，我真的觉得还好，我只穿一件。你看那个地上那个冻的样子，冻。你是说被风吹成波浪吗？你看是蓝天啊，雾跑了就会看到蓝天啊，所以其实上面那一层云不多，只是我们都被雾罩住。分好几层。有啊，那这边也拍一拍照吧，顺便等太阳出来。今天来拍雾树。出来了。有这边的树比较粗。这样子下缆车啊，看这边就知道其实没有。你看蓝天又要出来了，就在那边站久一点就会看到。所以这里后面一堆树，所以那里应该没什么风。你看太阳啊，太阳！我是说太阳照在雪波道上。我觉得四小屋真的不错。就是梅池的上面的意思。比梅池的上面还平。太高了，看不到东西，再前面一点。这里风好大。这里雪很深哦，也不是很深啊，就是风吹来的雪都积在这了，就这样松松的，好像没什么，有点冷。那里是这样。
在你后面，哎，这我就拍不到，就在我的好吧，我怕你跟不上，那我稍微慢一点，因为今天可能会慢到要走路，所以我害怕。那这边就会看，全部都是你按。开来了哈，直走直走，不要弯哦，哎。走人滑过的路。加速哦，你后面有人来了。
你先加速，你不要等我。跟着他的滑。对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稍微踩一踩就有了，有了有了，你有吗？等一下就快了，你有跟上吗？可以了吧，有速度了吧，站直一点，站直一点，有了，一步就一个，走一步就会快一点，我已经加速了，你要跟上哦，有吗？有了。左转，ちょっと、すみません。大丈夫、ごめん。はい。あ、OK。うん。拿给你而已啊。没办法，不用慌张，好不好？真的啦，你整个都是比我敲不出来。那要收起来吗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我一直好好好。那收起来好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我走内侧，我不想失去速度啊。然后呢，好好歪了。他又往内靠啊，因为那是他的背后，所以我要先发出声音，但是也来不及。那要不要换你拿？我看一下。懒得收的话，刚有关起来吗？这里信号好像很好，为什么一直叮咚？嗯哼。把我吓死了，姐姐那个插电呢，整个摔了一块。哎，这种波道就是这样。要再录吗？还是不要了？这种很丑哎，这样不好。好啊，就收起来吧。先收起来。因为这是没走过的路，但是我猜一路都差不多这种坡度，不大想减速，超过他们以后再说，因为他们有雪板的。对啊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因为他们有雪板的啊，就这种地方就一定那个。歪来歪去。慢慢的。哎，那我要插上去不就好了？嗯。它这个就是很帅，就要对着它，对着。那就这样了。嗯。这样会这么大根，我会有点危险。哎，我的这个滑道，你有没有扣它？哦，还是你有扣它？有。
我弄一下，我背后好像卡到了。把它弄顺，它应该在我的背包的下面。是啊，是在背包下面啊。我现在有点紧紧的。是紧的啊，因为你收在口袋里啊 ，OK 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太阳又跑了。哦，等会擦一下汗，我擦一下口水。今天上面照太湿了。哎、欸，笑。你看，你动就跟他，你照，然后两个人都飞，你他没摔倒，你摔倒。嗯。因为我就往那边熬，往那次熬。不过反正你有路啊。对啊。我包括证明你是清白的，是他乱动的。也不算乱动啦，整件事情我后面冲上来就是我不对。虽然我很不想失去速度，但是我做了这个选择，就应该要避开他。可以了。我说可以了。我是怕你跟不上，不然的话从头到尾就顺顺的撸就好了。没有啊，那我走了，前面可以加速了。前面有一个波可以加速了，往右急转，往左急转，往左急转。
直直走刚刚好，脚尽量走，尽量稍微，你看着你的脚直直的，很平行，稍微并拢一点点，一点点。你现在有一点不一样，就转得直一点，转直一点，有没有？再转直一点，再转回来一点，要完全是平的。好的，然后想刹车就变成内八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加速！我可以啊，这里有坡度，我等你一下下。3、2、1，加速！左转，这里有坡度，急右转，急右转，直走，急左转，很平。就一路逛着绿线联络道，一路逛下来，有点酸了。好，我看一下还有多远。其实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穿着雪鞋登山。还是一直往下，我们大概啊，从四小屋的山顶滑到这里才滑了一半，然后前面也大概是滑绿线，一直跟着缆车往下滑，一直滑，最后就到了苹果派，直线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对，我是说会到那，
会到那，还是我们去吃东莞山顶？对啊，外面没机会了，人就少了。对啊，但是到了东莞山，啊，但是我们好，就这样走吧。总是先滑到最底看看啦，滑到最底的时候，可能太阳差不多出来。是怎样？还是这里是黑线啊？每个都 slow down。它有分左右哎，走右边，那里有个牌子，是不是？左红右绿，然后那些是不是什么？西管山的、哦，我根本没看到缆车，你哪里有缆车？我们现在没看到，但是接下来会跟着缆车、啊。那我们走绿线吧。对啊，走绿线比较安全。还有草。从前面那边下来。好，没事。没有，这是一条路，左右的路。会紧张啊，对不对？会紧张。真的有吗？也没有。好了，走吧。是还好啦，但是怕有长草啊。东莞山拱多啦，哦，我看到了。有爱动啊？我说看到了，是说那条路。那我们到底是要发虎平还是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是就是要去发虎平啊。那看一下这边。其实好像也还好。这种你还撑得住吗？就比较窄一点，对呀、啊，但是那个是往拱多了，我看一下路好了。发福跨的上步。可以啦，可以，但是这要比较山一点，对啊，要顶得住哦，要用到小转技巧，还是不要跟他们耗。但是另外一条好像是往拱多啦，对啊，就不对啊，你现在是山顶啊，对啊，没有，对，就慢慢去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好啊。应该是一条窄窄的下山路啦，对，等他们过好了。用不也下得了啦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会很慢，因为雪一大堆让你踩，对啊。好慢好慢。
点而已，这边用不到多少力气。我觉得就是稍微陡一点点的环山道而已，对啊，然后对面那个是应该是 Giant 吧？那我们就餐厅就在下面。哦，我就说啦，下面那一个啊。对啊。啊？啊？啥？我先哦。哦好，那我看着你啊。其实蛮安全的。粉粉的，是啊，还好啊。我也是下到河流，想要下不了，脸再下就好了。哎呀，不想去刮板子这样。河流注意是怎样？右边高天原，左边发浮萍，右边是缆车下。河流注意，那又是走这条路啊。它有绿的下法，也左右下。绿就是这样下又这样下 ，Z 字形下吧。冲嘞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还可以吧？没有啦，就到这啦。接着往右下角下去啊，整个绿波，整个绿波，就连回去了。缆车站嘞？缆车站在右下角树后面，反正你一看，你看到 Giant 的底跟我们接的地方就差不多了。我跟着你。啊，是哦。这里就随意练习哦，好，现在闲着对不对？几点了？10:14。
练十四，你练单脚抬吧。嗯，我刚都没看。学长。好。还可以吗？真神秘。志贺一可以装。八府平落举，那就真的是民宿啊。好破。就一堆人上课的地方。好，走。自由练习，试着单脚滑吗？有力气的话，没力气就顺顺滑就好了吧。哦，不然你可以练习一个刚刚我刚一样的东西，就是。你现在大概站这么开，你试试看能不能站这么开，然后只做侧滑，先往下滑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。慢下来，有啊，啊，还要特别用力哦。这个练习有什么呢？一个就是说，左脚是不是几乎抬起来？第二个就是说，是不是还蛮并拢的？然后这个练习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啊，你也可以双手打开试着平衡，就是你这个时候啊，你不能用左脚来平衡，然后你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，是用上半身在平衡，然后左边跟右边都可以，一种可以用身体平衡的感觉。嗯，然后这样子练完一边之后，再练第二边。啊？怎么可能 always？ 第二边就是另外一边啊，你先身体朝下，然后顺了一点速度之后，这样子就慢下来了。先朝下定住，然后，哎，你看这时候就表示另外一只脚对不对有问题？这个就是在练习只用一只脚平衡，而且在这里很安全，我们可以一直练这个。先朝下加速，这个波比较小，这个可以做三秒的。不会啊，我们就没有动。好啊，好练习，趁这个时候练习。哎，身体会摇晃，就是练习到你自己觉得习惯。让它自然停下来。你练习用身体控制，你这样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？你光是这样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？嘿，对啊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是不是停下来了？这个时候呢，全身放软，然后有点像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然后你让自己停下来的方法就是，你可以让重心稍微前移后移。你就可以控制板子稍微偏这样还是偏这样，然后每次要开始的时候就先朝下，然后数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踩。然后可以趁机观察你的脚，这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用身体跟脚在滑行，然后两边都练习习惯以后。你就知道踩那只脚的踩法了，而且你会更平行，就这样，然后一直这样子滑下去吧，可以一直练。然后你
话就做成连续的，连续的，就是说慢到一个地步，你就头朝下，你就可以连续练左边，再练右边。换边。左脚可以再，就是不用力的那只脚可以再放松一点，试着稍微抬起来一点，它就不会转过来了。里面的那只脚稍微抬起来一点，就不会坐过来了。有感觉吗？没关系，多练几下。好像有诶，你的脚现在站得很平。那脚拖抬，拖抬，拖抬。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你不自觉要躲他们，你已经可以自动停下来。对啊，但是就是这个练习的重点还有一个，就是说速度控制，你可以在最后要停不停的时候换边，你就可以从头到尾速度都一样。好，定速，觉得速度不够赶快转朝下，这样可以转。练习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你未必做得出来，因为可能会用到一些你没用过的肌肉。然后，总之就是练啊，练着练着，那边的肌肉习惯以后，你就会突然发现，哎，我有办法在更陡的坡做出这种动作，然后渐渐的就会越做越熟，会越来越快，就会变小转。然后我现在根本不到小转，我也是跟你。比你好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前面很平哦，前面直滑嘛，啊？对，但是我会乱甩或者是用扭的，一点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你很不想面对三项，你想赶快转过去，我也会啊，就是要很习惯那种，很习惯那种。那现在这边很平。这边用快一点的滑板下去吧。对啊，就是做大大 S 就好，先不用做刚刚那个。
边又蓝，右边又蓝，左边又蓝。要我们顺着他的路走，不要刮太多地是的意思，不要太快的意思。好了，随便。都可以啊。要坐缆车吗？还是要休息？那就坐缆车喽，直接坐。等一下我想一下，这是哪一只啊？我搞不清楚这是哪一只啊。我看一下啊。这就是上东莞山的那一个，还是我们故意去坐上西莞山的那个？那就前面往右转，右边有一个缆车。我怕哪里漏风，肚子凉凉。那个路口在那，这个门路口，我就想，门在哪？啊？你以为我说兔子啊？没有没有，我是说门在那，你不要往这边来。还好啊，冲了一点上来，还算走得不够，还算走一点点而已。西莞山。今天来逛西莞山，逛完下来吃这里。那我今天，我还是吃饭在那边，我又想吃咖喱乌龙，好吃吗？我忘记了。还是觉得不要。我都好啊。其实我们已经滑过了东莞跟发埔，然后刚那一段，如果你觉得还好的话，其实这个西莞也可以回到高天原。西莞从另外一边下去的话，就是高天原。看你想要往哪边滑下来。风景好了，发埔
是西管山的山顶。往另外一面哈、欸。不过你有说东莞山山顶吃饭啊？也可以啊，那就是，我们坐这边上去，又沿着这条路滑回来之后，就坐上东莞山那个拱洲了。哪个东西好吃？东莞山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知道上面有个餐厅而已、啊。每个餐厅都吃吃看。好，那去吃东莞山好了。而且那里要是太阳冒出来了，我们又可以上四小屋去晃一晃，还是怎样？怎么又回四小屋了？我是说，太阳好的话，但是我有点怀疑，那个所谓的太阳好是刚刚的那个吗？怎么现在好像没了，又变阴了？又没了。现在接近中午，不是应该要亮一点吗？现在十点多。还是说等一下太阳就会冒出来？嗯，反正。所以我们是有可能一天滑遍雪场。滑片哦，我想一下啊，今天如果有加入烧鹅山的话，我们从烧鹅山，一直在三之神，一直在 family， 一直在大澳猛没滑，只是路过，然后四小屋。大澳猛滑下来啦，从山上滑下来，然后就回家的时候会滑到，回家会滑到，就跟来的路一样，所以来的路也有啊。没有啊，大澳猛，大澳猛没有啊。大澳猛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到目前为止，三之神下来的路就是大澳猛。不是啊，那不是就是呆萌啊？我们只有坐了呆萌的缆车，我们是没有滑一只带啊，一只带呆萌啊？不是啊，它是哦，对面叫一只带 family， 哦，是我们没有滑 family， 我们没有滑到 family， 对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只坐了他的缆车就去四小屋了，然后确实有可能，就是去程一路滑过来是。这样，然后回程的话就是滑高天原加什么加什么，可以各滑一次。实际上可以滑，除了横手山之外，横手山雄狮汤之外，那太远了。人好多、哦，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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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他们就可以放心了，表示这很安全。啊，所以等一下滑西管山，然后又会回到这个地方，接着去东管山，就这样。然后刚好也差不多中午了，啊，就到这儿，然后滑下来而已。我们等一下故意看看地图，看故意看看说滑到前面看得到看不到，以及要走多远。我的肩变右边脖子，应该是睡觉的问题。你起床的时候就这样讲了。现在是转头而已。好快，帮我找小动物啦。没有啊。你看那里小山洞，那个是动物隧道吗？动物想过就不来。不知道。右上角又是什么？右上角不会是东莞山拱洲吧？看一下它写什么。高天原一之爱方面，然后上面是什么？这里是中间。好，你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。好，所以这边还在山背后，这边还在山背后。那要怎么样去正面啊？你在弄什么？你不是要看地图吗？没有，我是看雪场啊，地图我看过了。瞄一下。哦，我懂了。没有很陡，往前面往右就是往山下滑，就回到高天原那里了。他怎么回到高天原？往右转回到高天原，往左转回到刚刚家人头。这里是山中间。那两边都是坡，
对，我是说正前方那个好像很难。不知道，那边好像不能滑。没看到缆车。那我们就回到刚那个地方。好。好。那就随随便便滑了。声音让人不喜欢，声音让人不悦。可是我刚换了一下。嗯。好啦，这里都是轻松的啦。很合啊，你在弯啊，这里很平啊，你就很合啊，很合啊，因为做过那个练习，你就大概敢把身靠哪边的力，是啊，对啊，嗯，我要走，两边都是走同一边，走这边好了。从那边过去的，搞不清楚往哪边啊，一堆学生路过这样。都可以啊，安全得很。好多人哦，我们下吧。他们刚好停下来了。
左边的，去左边的门口。不知道门口在哪，就是。早上就有在想说，三方方十字继续贴着呢，还是撕起来？后来想说就继续贴着好了。我好像是撕下来的。那时候还觉得凉凉的，现在已经什么都感觉到没有。都嗯。然后去东莞三拱都还有，我看看一下，应该会开吧？因为这几天看都是有开，连昨天呀，它也有开。这边没什么风哎。而且这里说，小温风比较大，对。嗯，风向的问题，不知道，不知道这里的4G好不好？倒是刚一直都在叮咚叮咚，哦，信号很好呢，这里，好闭耶，就是烧耳山最烂，烧耳山也都有开啊，奥智赫也有开啊。奥智赫我开很了不起耶，那我们东莞山吃完，接着就去逛奥智赫。你就回到我们那边。东莞山下去看，
看回去的方法，看有车的话就坐车，没车的话就那个。我想一下，东莞三华下来就是在 Family 这里啊。Family 这里 ，Family 这里往从 Family 这一端，往稍微往下滑一点就到了公车站了。可以考虑。这就是我们上次看的，到处都是蓝沙坝这样。好，我来看动物。这里 WiFi 好，所以烧鹅山，烧鹅山我记得山顶信号也不错，山腰可能也不错，就只有王子里面信号超烂。就是滑雪那么多天才看到一次雪兔跟一次一个奇怪的动物。有水的地方应该动物比较几率高吧。车哦，你知道吼？对啊。真的什么都抢，像蘑菇一样，滑雪用的。洗过了不是吗？洗过了，这还冻上去擦。我从头到尾都这个凉度，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冷。手套拿掉哦，因为你拿手套，我没有拿掉手套。依照今天早上雪兔的历史，那雨华现在是低到这里啊、哦，这么低啊、哦？就是我们今天的路线啦。太陡，不过我猜他应该没那么远，他可能到中间东莞山贡多拉就停住了。我们刚有个地方的右转就是直接去贡多拉，对啊。我不确定，但是他好像也有讲这个。沙土啊，他有讲沙土。对啊，所以他可能一路滑到底吧。单薄。啊，你看，又要来一次。我就是从下面爬呀爬。这里啊，这里推死了，这里。沿路不减速，用力撑。哦，他们慢吞吞的。要吗？加速啊，加速啊！看到雪板超过他这样。
哦，我还可以，杠住了。这样爬好像其实还蛮好爬的啊。Sorry.很好啊，很好。因为今天风很强，所以我们只挂旧车。是哦，旧车比较好。旧车档比较小，比较不受风力影响。真的、哦？刚刚外面我有看到什么旧车呢？对对对，他说抱歉抱歉，因为今天强风，所以只有旧车。哦，是哦，没想到，很可爱。小蛋蛋。很抱抱哎。休息休息。他不是要吃饭了吗？对啊，因为刚好就是那个小屋啊。应该一定有吧，而且我是刚刚才解的，还是我应该是刚刚解，那我就一直都没报。没有这种事，我之前看没报啊。对啊，搞不清楚。这个连车厢都是门，你知道吗？它只有两个蛋壳。可文是很可爱啊，我还是小蛋蛋，很可爱，破蛋而出，可爱。
阳下来亮亮的，还好啊，还好，还不错。我这样有朝上吗？没有。有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那就算了、啊。要出下来。因为我现在在休息啊。但是我没有。不对啊。不是不对啦，因为我现在帽子解开的啦。我帽子弄的话就会这样。太低了，太低了。对啊，就是说，我刚刚就是说，我现在是不是松开帽子就朝上？我只是在讲这件事，它是正确的。这就是车子到哪里，对，还住这边。对啊，这样，对。什么叫盐煎哦？不知道什么 hotel 哦？看风景呢、欸，帮你拿吧，孩子。而且你看这里竟然有两个那个三个。要加重吗？怕被吹跑。知道哎、欸。没有载人的时候比较轻吗？还有这两机耶。对呀、啊。ひかしたて。小兔子，祝你有快到。你投下来一点啦、啊，录风景啊，不然录不到了。现在已经进入云雾中了，刚刚有。什么时候要滴水？到了啊，没有啊，一点点。我觉得我怎么怀疑我情报到底对不对啊？什么情报？今天风这么强，怎么可能全部都开啊？我说我刚一看全部都开，哎、欸，真的全部都开呢？为什么？不合道理。总之全开了，那烧鹅山两个都开，广东人都开。对，然后那个奥智赫的也有开，奥智赫的比较重要，奥智赫的广东人是什么？回来的那个？两年。两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在白马上课。哦，便宜的团体班。那最后一次去了哈。你说报团课？没有再去过。嗯。今天那样子，那个半膝练习，你觉得怎样？你有感受到那个一只脚的那种感觉吗？那什么叫一只脚？只用一只脚，然后身体就好像在平衡这样。其实滑雪就是用这个，然后那个习惯，那个养成习惯之后，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靠正确的中心，而不是朝山顶。然后我今天也在跟着你一起练，我也在调我的重心，我的左边比较稳，右边比较不稳，所以我就是要把，就跟 Jason 教练讲的一样，你就是要顶往那一边。其实用顶的方法是特别有效，但是要想到才做得到。我们已经三分之。他偶尔还是挂了一台新车，像这个绿色就是新车。这个就是新车吧？嗯，是。一阵子会挂一台新车。现在走了四分之三了。反正一下去就要进那个嘛，那个进餐厅啊，对啊，所以就随便便，眼镜不戴也没关系，不行啊，在楼梯里啊，楼梯走上去就是了、啊，所以都不会出去，对啊。欸、那里有一个小屋子，啊、有人滑出来了，那是缆车站。是哦，滑不出来是什么？完全看不到。这
最后一段好像往上爬一点。我把这个串起来。这就有洞哎、欸，你不要掉下去。啊、真的嘞！真的，再玩啊！我抓着试试看嘛，刚刚没发生。椅子下有紧急用携带厕所。很想尿尿的话。是啊，在椅子下。有吗？他写是这样写啊，我不知道。看到，对啊，看到了就到了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就是拿起雪板走上去。你看到？小心啊，这里都很滑。录一下小蛋蛋车。你要看小蛋蛋车吗？这里就转过去了，你要面向那还是怎样？三十号破蛋车。这是我唯一有露脸的车。下一台是普通车。对呀、啊，我想要老车。好，你背对我，你转过来，你马上转过来。好，拍了五张。接着你拍了这个新车，可以面向这边的。好 ，OK。拍好了呗。我先拍了远的，再啊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等到近一点的，等到近了一点，等到近一点的，再来一个。那是什么银色的车啊？好了。银色的。好啊。你转过啊，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好，这叫什么？东沙、金沙，看到了，银蛋蛋，我拍了，给你收起来。对啊，今日也烦。对啊。把它关掉。我也不知道，至少是餐厅美。你要先啊？我先上。好啊，可以啊，那我也去。